大家好，我是乐视品牌代言人王源。今年夏天真的蛮热的，但依旧阻挡不了我想要吃火锅的心愿。这个夏天，乐视大波浪牛油麻辣锅味薯片重磅上新，不用大汗淋漓也能吃火锅，拔起的恨。这个夏天，百事集团欢聚日，和乐视一起脑洞大开，创造更多不设限的吃法 ，get 源源不断的美味吧。